本期话题：更年期症状有哪些不适？孙晓光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更年期的症状呢，它会包括几个方面，一个呢是神经方面的症状，最早呢表现情绪部分，易怒、烦躁等等。有些人呢睡眠不好，这些都是神经方面的症状。那就是血管收缩症状，表现呢是阵发性潮热、出汗、表浅的皮肤和阴道的症状，表现在皮肤的皱缩啊，是吧？皱纹增加了，然后呢阴道呢干涩了，阴道的上皮萎缩了。还有一些人呢出现尿道的症状，就反复的尿路性的炎症。